所以我真的觉得，所以我年初，所以目前我，所以目前这样子，我就可以有两，所以目前这样的，所以目前这样子两台摄影机，然后可以有双机拍摄镜位，然后又可以无线电动遥控任何我想要的移动相机的镜位。真的是太棒了，真的是，我觉得，是这样的，两台摄影机可以同时做双机作业的拍摄。那如果我单纯只是要拍一个专案，我也有一个 所以像这样子两台摄影机，我就可以做双机作业，真的是拍出来的效果真的是。你比较多地方可以剪辑啊，而不是就一个画面就这样切切切切切，这样还蛮无聊的。那我可以忽然切另外一个角度，或者是仰视、俯视的奇怪角度都可以执行。那我这样子，这半年来这样子开心拍影片的心得，我觉得是还蛮赞的啦。就是 那你如果没有要双击拍摄的话？那如果单纯拍专案，然后没有要双机拍摄的话，你也有一台完全一模一样的备用机可以使用。就是假设那一台相机掉到河里了之类的，那我还有一台摄影机可以使用。对呀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使用方式，就有更多更多拍摄可能啊。